OneNote 的网站，然后来进行翻转教育。好，那首先我们先进入到这个 OneNote 的网站。好，然后这个就是 OneNote 的网站首页的架子。那首先我们先点选登录。那登录的方式呢，我们选择利用 Facebook 来进行登录。那就是把自己 Facebook 的账号就打上去。然后这样子就可以登录了。搜寻的话呢，我们就搜寻这个陈伟强老师的玩出数学力。好，然后把这个点下去。那这个就是他在跑他的界面。好，那订阅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已经订阅。那订阅之后，我们回到那个上一个部分，然后我们点选学习，开始学习这里面的知识，然后点选这个。刚刚点订阅，然后开始学习。好，那点入开始学习之后，上一页，上一题，要你不要处理的，你先，下就处理掉。想翻转教育，通常老师通常不会第一时间进到教室里面，所以那个助教一开始就是会协助老师把就是我们要的教学环境给处理好。好，那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要的事情就，我们今天会特别感谢那个观众，今天来到为大家给我们指导。那我们今天就用我们这次的 APP 竞赛里面观众的平台来示范一下，我们怎样用观众来翻转教室。好。刚好昨天段考结束，同学就一直在问，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考卷不发下去？我们如果成绩知道了，今天讲这个故事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好，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班级 FB 里面有一个婷的故事，对不对？好，那我开始讲哦。婷，他说他考试的分数是一个完美的分数，为什么完美呢？我们听他怎么说。那同学拿出你的纸的背面，好，来仔细听哦。来，他的评，他是这么说的，评是这么说的，我没拿到的分数，比上我拿到的分数，会等于我拿到的分数，比上满分。那同学开始计算，请问评考了几分？好，开始作答。好，题目在上面，好，自己看。好，来，同学没关系。每组都有助教，助教会很聪明的算出来。好，我想最简单的形式，你可以定什么呢？定得到的分数为什么呢？为 S。好，那你的纸上做的。六十分。满分我们设一。好，你算出来了。好，我们看一下，我们请那个四号上来，写了吗？不行，你要写。心算。心算，好了，上来来来，我们请何冠廷上来。来，那个助教协助，请来点给他。来，你怎么计算？因为有笔哈，你算给我看，来直接写就好了。不需要算是啊，就是别人跟我讲。好，再来，所以成绩还没出来。现在干嘛？那就62啊。好，再来不是62。好，那同学看一下。好，再来。我们先看一下同学的作答，这里有一些东西出来，好，差一步，快一点，加油！我看到这里有一个有不同的数据出来的，那个食物都已经准备，算了吧，还没哈。OK， 这是用满分算，待会很有意义，好，也不错。谁呀？满分，你按一分跟一百随便你。好，所以算出来了哈。来，我看看这里，这里有一张，来写上班级重要姓名。已经完成了的举手一下哈，我去收你们。好，来，投影上去哈。
谁完成的？有没有人用100分算的，算出答案来的？好清楚哦。对，方向错误哈，是这一边吗？好，来调整一下哈。好，没关系，他只要个人看得懂就好，其他不用什么。好，来，再来，这个是国二三二十号，来，我们鼓掌欢迎他上来。你是没有问题，来二十号来就用写的就好了，来笔拿给他，所以三八确定环境是好的哈。你三八你没有碰不到笔吗？对，好，再来，那我们看看，来，可以讲别的事情吗？可以直接算，直接算。好，假装拿到的是 A 嘛，然后讲话用力，满分是一。所以一减 A 提上 A 会等于 A 比一，所以 A 平会等于一减 A 平加 A 减一会等于，所以 A 等于二分之负一加减根号五，但是分数一定是正的，所以分数是二分之负一加根号五。好，鼓掌。好，再来。好像刚刚这边还有一个已经完成了。来，十九号俊奇，你是用有没有人用一百分算的？有哈，来。可是数字会比较丑，对不对？有没有人用一百分算出来的？我想算出来应该差别是没有，就是把这个数字再乘多少，乘一百。好，那同学写上第一个笔记，请你写上去。我们今天想要做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完美的分数？为什么在教育的环境里面会设60分为及格分数？我想这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认为这个数字负一加根号五的除以二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一个完美的比例。OK，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好，好，再来，好，再来下一个，好，完了，好，再来下一个主题。好，好，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那我们想知道这个所谓的完美的比例，好，它是怎么产生的？那我就从这里面意大利数学家，好，那个，好，费伯纳西，他写了一个算术代数手册。来，他的手册是这样讲的，他同学看不到的用听的，仔细听，我需要安静的环境哦。来，他提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定一对兔子在他们出生整整两个月以后就可以生出一对小兔子，之后每隔一个月可以再生出一对兔子，假定现在一个笼子里面有一对刚生下的小兔子，好，在这里，好，在第一个月时候生下一些小兔子，那请问你一年之后会有几对兔子？同学请作答。在你的学习单里面又来，好，开始作答。记得哦，他问的是几对哈、哦？他刚刚看到一只大兔跟小兔，代表是一对兔子哈、哦。好，等一下被拿走，上去拿一下。好，记得两分之后你没有回答的要起立的哦，哈、哦，跟平常上课一样哈、哦，你会有压力的哈。哦，你不可以说不会，你一定要完成，试着做到，做对做错没有关系，好，一定要做。
好，再来，你们继续作答。我这里要一到九。好，好，再来，同学仔细听哦，待会我抽到了组别要上来报告哦。好好，快速挑人，好，开始。好，按 Enter， 来仔细看，一、五，打开一下，一、二、三、四、五。王一哲，你们这一组待会要派人上来报告，好 ，OK。好。好，再来，三分钟时间到，还没有完成到最后一格，七月的请起立。来，助教协助，让他们完成一月、二月、三月，告诉他们怎么开始。好，先请坐，因为人数过半，我们再给两分钟，可以讨论。来，我待会要第二组的，好，大家需要第二组的回应，无法取消，我刚刚也用了。发出任何声音。好，再来，我们进入到笔的形式哈。好，再来，你一边讲一边听。哦，好，那看这里，你方向错误，站在这边。哦，好，就是他说，一对兔子生了两个，生出来两个月以后，可以生一对小兔兔，然后在那成兔再过一个月，又可以再生一对小兔兔。然后呢，现在一个箱子里面有一对刚生下来的，对，所以刚生下来以后，他第一个月就是小兔兔，然后第二个月就是他还没满，他也满两个月，所以他变成是中兔兔，对，成兔就好了，成兔。然后可是他不会生小孩，可是没有。然后再来第三个月呢，他已经满两个月，所以他可以生小兔兔，所以会有小兔兔。然后他们还是小兔兔，然后再来，然后小兔兔到下个月的时候呢，他会变成是成兔，然后成兔还是成兔，然后成兔还可以生一个小孩，就是他可以无限繁殖啊，对，然后再来，然后这里我把它划线，因为等一下有轮结，对，然后。第四个月过完了，那第五个月，第五个月的时候，程度又是程度，注意这一点。然后在这里有一个观念要注意，就是它不会就是乱来，就是假如有一个小兔兔、大兔兔、小兔兔、大兔兔，对，公的母的，公的母的，假如这一个人他跟他老婆完以后。他不会再跟其他人的老婆，他只会跟自己老婆，就是因为母的一个月只能承受一次压力，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以的成兔，它还可以生小孩，所以每一对可以生一个，所以生一对，每一对可以生一对。然后观察一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里的它的这一对成兔可以生出来，它的小孩是这一对小兔兔，然后这一对成兔是跟它一样的，它可以生出一对小兔兔，所以可以看到是这边的数据，哇，这边的数据可以到这边，这边数据可以到这边，这边数据可以到这边，然后呢，左边的话是怎样？左边的是你看到这边小兔兔。它会，换个颜色。这边小兔兔它会变成兔，所以它要累加。所以大家看一下这边，这边的话原本是一对成兔，然后再来，因为小兔兔，这边没有小兔兔，所以这边还是一对。然后呢会累加，所以呢二，然后累加三，然后呢，对，就是这样。然后慢慢加下去。会累加，所以表示说每个月会怎样？会连同上一次的，对，像以第四个月来说好了，第四个月的话，它有两对小兔，对不对？所以下个月它就可以生两对小兔兔，对。然后呢，所以会怎样？会成累加的，就是假如这边是二，它可以超过来，这边就是二，这边是一，这边超过来一，我这边超过来是。一嘛，对不对？然后这边是一，这边超过来是一，所以数据看起来会怎样？会累加，所以三，所以可以加到这边二嘛，因为变成兔，对，所以可以推论一下，1 1 2 3 5，那下一个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对，八，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很漂亮的数字，对不对？对，所以。你要假如要把它全部填完的话，就是说一，那这边就一，那这边的话，对，就是加成兔加小兔兔。好，那这边有一对，因为这有一对，对，所以二加一等于三，那三加二等于五，那会变成什么？会变非常漂亮，因为1 1 2 3 5，所以依据这边的经验，所以可以这边可以推多少？对，就是八，十三。累加嘛，对不对？所以1 1 2 3 5 8 13，所以之后数字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自己想，就是用慢慢累加的观念，1 1 2 3 5 8 13 13 加8 21 21 加13 34 34 加21等于是55，点点点点点，好，就到这。第一组有不同的看法吗？没有。还是你觉得他讲的不好？他讲的太棒了。OK， 那我看这边，那我们想说的是，我们怎样去做所谓的课后、所谓的差异化教学跟辅助学习？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好，这同学所刚刚看到的部分。好，假设我们现在回到这里，事实上我们今天上完课，待会同学上来解答，包括刚刚的第一题，事实上我们都录成单一的影片。那我们透过现在的设备 YouTube 我们上传之后，那上传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一题的观看解答。好，有点杂音。好， OK， 好，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同学刚刚录的东西再重新剪辑，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把它拿掉，因为这个是感觉上是硬邦邦电脑的东西。我们希望味道所发展出来的班长教育，我们玩出数学力，我们不是事先安排，我们所有的班长所有的影片都是生活现实每堂课的记录，我们不希望是预录影片，让老师让学生看影片之后再来上课，我们想推的班长不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希望做的事情是我们生活的每一堂课的记录，真实的写真，就跟摄影一样，我们摄影不用事先安排所有的检测，而是每天发生所有事情的记录，透过这些记录所完成的。好，那同学可以看到这边的影片。好，刚刚所看到的会出现，这个出现1 1 2 3 5 8，是下一层是1 1 2 3 5 8。如果有第三层的话，一样会是什么呢？会是这样的完美的数字。好，就是这个部分。好，取消。OK， 好 ，OK。好，所以我们看到数字，就会看到这个数字。好，那完成你的学习单。好，来，那同学完成你的学习单。好，
的四方也是好、哦，再来准备下一张学习单啊、哦、啊，不用动，这样就够，这样就可以了哈、哦，因为下一个是简单。你们记得那个观课老师还有来宾，记得要给他的学习单哈、哦。好，再来我们下一个主题，那请问您，我们事实上在我们刚刚所说的完美的数字，所谓的负一。将根号与除二这个完美数据，我们只要透过数学证明。那同学看一下这里，刚出现的一一二三五八十三二一哦三四，事实上，如果我们去做一件事情，好、哦、两相邻两数数字相乘，最后发现怎样？会到一个完美的数字0.618。那我们知道，事实上旁基比例的过程当中，一个是0.618，另外一个数字是什么呢？我们试着把0.618取导数，请问你数字是多少？一点多少？618，很漂亮的数字。那我们过程当中是看你小比大还是什么呢？大比小这样的差异而已。OK， 好，这是同学刚刚在做导的过程当中，那同学刚刚产生的数字非常重要，从第一月到第十二个月那个数字。好，我们在决定所谓的黄金比例这个数字，基本上有好几种方法。第二种方法，我们从黄金矩形的角度来看，怎么形成这个黄金比例。好，那同学请做一件事情，下面不是有个图吗？请在你的方格子上面完成黄金比例，请作答。可以用框框框起来，好，那代表一乘一，一乘一，二乘二，二乘二，三乘三的正方形。好，所谓的黄金比例是一个长方形。当我切割一个正方形下来之后，好，这里面再来去再切割正方形，好，这里面会产生小的跟大的比，好，依然是成比例。好，先试看看。好，下一。先切到下一页，下一个主题。好，再来，来，报按 Print 键。好，再来，开启小画家。不是，对，开启小画家 ，Ctrl V 拉上了一点点，好，停留在这里。好，再来，那同学先完成你纸上的黄金矩形，23号还没开始做的，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这里不错，35号已经有人开始。OK， 这里面22号东西不错。那如果你已经完成的话，下一个动作你要做的是要完成黄金螺线。用你的黄金矩形来完成黄金螺线。好，再来。一样的，还没完成的，请起立。你只要画到八就可以了，所有完成只要画到8×8就可以了。好，来，我们总共会有九组，有九个助教在上，好，在里面。来，就近协助，直接就近协助2号、7号，3、4协助。做的是很漂亮的，好，来看一下，来19号来，来 ，OK， 这个呢简单明了，上来，来，好，来，这个是庄俊奇的作品。你要不要拉以这个为主体拉到正中间来 ？OK， 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可以了。好，来，我鼓掌，请拿起来，请坐。好，来，来，请自己上来说明你怎么画的。
说明你怎么画的，待会会给你画。你说你怎么产生，数字是怎么产生的？你写一一二三五八四三九。讲话。
好，再来我们看他画过程当中黄金曲是 OK 的，可是这个黄金曲型可以完成黄金螺线吗？OK， 好，你的发现，来，我看这里，有没有发现有问题的？它必须要从八乘八、五乘五，还有呢，三乘三、二乘二、一乘一。好，我想这里到这件事情，我们在数学学习的过程或任何一科学习的过程当中，学习学生常常用的名词，我都会，所以我不用听。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很多的东西为什么要标准化？标准化是因为时间跟经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事。有些事情你虽然你会画黄金矩形，可是老师常告诉你，你不要这样子算，你这样算到后面你会出问题。学生常常会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判断的事情，他坚持要这么做。可是在坚持这么做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事实上老师他们有些时候书读的比你多，他们不一定比你厉害，可是我想他们看过事情比你多，他告诉你这样做会遇到问题，那我们怎样去修这件事情？那我们请36号同学，那你有办法克服这件事情吗？让他形成黄金螺线，好吗？好，鼓掌，请36上台。没关系，我直接不要了。我们还有其他的部分，我先回去嘛。来，这个帮我小画家画关掉。不用，那不是重点，不是重点。我不花时间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回到我的课。我希望课题当中，这好像跟我们课程无关，我们还是要进到课程的部分啊。好，不过我们课程设计感觉上，我们说完整性，实际上整个时间是2个小时的。那我们今天可能看到第一个小时的部分啊。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OK， 这里的东西。好，那如果我们画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好按 play 就好了哈。好，那个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所有科技是相当好，是相当先进的。我们事实上我们有好多东西可以透过什么呢？透过网络上的学习来产生的东西，所以生活上自然界所有东西好可以看到这里。好，回到上一个，好，再来没关系哈。好，再来下一个主题。来，麻烦同学在你的书上，在你的纸上做一件事情，请问你苹果的标志你怎么画出来？来，请你做一件事情 ，Apple 的商标你怎么画出来？来看一下这里，上一题，再上一题，好，完美曲线，你现在是没看到，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不过这应该是显示的问题，事实上我发现事情，整个苹果是由这个黄金螺线所产生的，不过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把它拉过来，好 ，OK， 所以现你有办法缩小吗？再说，没办法。好，但是 OK， 好，现在可能看到部分，事实上，在当初苹果产生的过程当中，他们整个建构的思维是由这样子的一个黄金矩形跟黄金螺线所构成的。好，再来我们进到下一部分，我们为什么会谈到这些切入的？因为这些看起来好像都跟课程无关。好，我们进到来 OneNote 这边打结束，好，完成并继续。好，再来。好，那麻烦来5分钟时间，麻烦同学做一下。待会刚刚说到第一组，待会要派一个人来，待会就按照顺序组别。来，第一组上来，直接上来解个谜。来，第一组谁要负责？来，上来。
第二组预备一个。到你了。好，直接讲。直接讲解，直接解答。好，中间没有讨论，不讨论，好，来开始。题目是 x 减二的平方等于十六，然后刘先生，题目重写。题目是 x 减二括号的平方会等于十六，然后就先把十六移项过去，会等于 x 减二括号平方减十六会等于零，然后这个十六就是四的平方了，所以用那个乘法公式，就是 x 减二加四乘上 x 减二减。好，这是 x 加二乘以 x 减六会等于，所以 x 会等于负二或是六。好，鼓掌。好，那我知道，那记得同学上来写答案，准备提示我一。他当然从这边的话，同学可以走到这边哈，就是 x 减二会等于多少？四或者是什么呢？负四，所以 x 等于多少？六或者是多少？负二。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在写解答过程当中，通常都不是唯一。好，再来好了，就是在豌豆学习完成之后，就记好，就按就继续了。来，又会帮我完成了。来 ，OK， 好，下一题。好，来背写作，来第二组，来雨辰，我不知道你要拍写作可以，雨辰，你们这组，好，周思翰上来，好，大家鼓掌。那同学继续往下写。你不要把大家晾在那边。就把你慢慢讲。先把四先提出去。先讲题目，来过来。题目是三 x 加一括号二平方减掉四等于五。然后，我可以继续啊。对啊，继续啊，没错。我走到起啊。想到起啊，再来。继续啊。三 x 加一等于正负三。你先不要管进度，做你自己的事情就好。然后三 x 可能等于二或是负四，然后 x 就可能是三分之二，或者是负三分之四。好，鼓掌。再来。那同学，事实上，如果你写东西要让别人有辨识性，你在这里写上三 x 加一等于三，或者是三 x 加上一等于负三，这样会让同学在这里比较不会打结。好，就是你要注意，这是板书的视觉的感觉。好，你自己写作业跟上面表现它不会一样，所以就会出现三 x 等于多少等于二。或者是三 x 等于多少负四，所以 x 等于多少三分之二，或者多少呢？或者负三分之四。OK， 好，来 ，OK， 那完成，好下好下一题，来第三组，来谁要上来讲？何冠廷，好 ，OK 吗？来，分你分这一题吧，四 x 平方减三等于。OK， 好，上来哈。要，你平常都敢讲，来加油。哦，来哦。先讲题目，边写上去。四 x 平方，我不太会。我想四号的话，在这前几次考试虽然考得不好，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突破的哈。我们先让他写完再讲哈。那个没有你的笔，还有台湾人。好，再来，我们先来一下这边。我要怎么查？
你打开一下，你先拿着一下，我们先，好，这里一步，我不要，我不要，没办法上一步哈，现在是对的哈，来，那请你做件事情，你又把它，我要颜色，不是，我这是从笔，那它是蓝的哈，不可能，你被弄坏了哈，来，所以请你往这边走。来，我刚刚就是往先往这边走。来，这里这是一个数的平方，等于三。那请问你这个数是多少？三。